好，我是风静，然后现在在茶卡银湖，然后等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。从这里边进来，然后它这里边有那个小火车，小火车，然后还有这个电瓶车。我2014年来的时候，这边基本上什么都没有，门票也不要门票。现在这里边变化挺大的。这个里边有一个天空之镜的演艺中心，然后刚刚问那个工作人员说现在还没有开。拍出来的照片还是很漂亮的。I'm gonna psycho.